咦，买，怎么这个有停车场？啊，要怎么玩？要这样放下去哦。那可以吊上来吗？哇，哇，要停在几楼？7楼，要开出来这里是1楼，然后这里是2楼，然后这里是3楼，然后这里是4楼。他们要住在4楼，他们是住在4楼的。是哦，这是旋转停车场哎，然后那里还有溜滑梯耶。你看，在这里，这里有溜滑梯，可以够冲下去。对呀，他们要去巡逻，去巡逻才可以下去工作。他要去巡逻。哇，转转溜滑梯。那是另外一个地方巡逻。它还有很多层呢。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是 Tony 卡的？这个是 Tony 卡的吗？他是在这里工作，对。他是在这里工作，就咣咣，好了，上去，下去。这个在那个新庄体育馆拍的，他说人生，你当你过了22岁，你的人生也剩不到22K 的日子了。他这里上这么多车，那么多的车子，对，这个很好玩耶。你爸爸也一起玩托尼卡，我也一起玩托尼卡。那我要降下去了。好。那我要给它降下去了。那你要赶快开车来。老板，我降到最下面了。开进去。好。上升，哇，卡住了！我要上去那边，卡住了耶！我要觉得我要死掉了，这个好像不行哎。卡住了。他背景到到不了。从啊，朝德高平城边啊。